接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这个球轰到了，在左外野方向，这个球像是泰山的头发回不来了。轰了，全垒打，郑泰山轰出了阳春炮，像是泰山的头发回不来了。连续12年参加，连续10年先发的郑泰山帮助了明星白队取得了1-0的领先。明星白队已经有明星赛啊4连不胜了，而且他是新农牛队的球员。哇哇，明星赛打全垒打，这样看起来这场比赛会好看。哇，我还担心这些选手哈，好像压力太大，也不都德州安打，那是就不理想了。杨教练的一个期待了哈。台湾全垒打王郑泰山在明星赛轰出了。